4月15日晚，歌手总决赛火热直播，因为白百合出轨事件导致张碧晨在歌手决赛前夕不得不更换帮唱嘉宾，请来了杨宗纬，二人首次现场合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凉凉》，热播电视剧的余温也捧红了这首主题曲。不少网友表示，就是为了听《凉凉》才看的歌手。不少粉丝表示心满意足，更直言有点想感谢卓老师。网友粉丝们纷纷留言称，为了听《凉凉》，第一次看《我是歌手》，如愿听到《凉凉》。